为在疫情期间为医院捐赠医疗物资，被网友称作防疫女生，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她，就晒出自己18岁的二女儿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将手搭在二女儿的肩膀上，女儿身上穿着的制服写满同学名字，偷二女儿在一天就要毕业，而且必须到美国升学，让她忍不住感慨岁月如梭。江杰看到女儿过马路走到校车上的背影，让她觉得很催泪，很舍不得女儿长大准备要离家了。没想到却有网友看了，在这篇贴文底下留言问阿是不会念台湾的大学吗，还附上一个翻白眼的表情符号。江杰直接回应对方，不是这样说吧，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呀。Bye.